这是全球顶尖的设计，绝对会成为标志性的建筑。不过地点会有变动。李总，可是那是老城区啊。那就怎样？要破坏历史，才能实现理想，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。很抱歉，我们无法接受这个委托。喂，我们会找到更好的机会，走吧。就算你们拒绝，他也会找别人来做。所有人都在拆，却没有人想过，利用历史，或许能创造更美好的想法。来，让我们开创新的建筑史。只要兄弟齐心，我们一定能做到。Keep working.